Oh, we sang in the opening, eh? That's fantastic. We did build him up for it in the... Yes, he's seen himself ranked in the IBF. He's a student of trade and business in the Herning Trade and Business College in Denmark. Whoa! Finally, we saw the backhand smash. That's what we've been looking for. That is what we have been looking for. The backhand smash that is just legendary. Watch this. Boom! Oh. 在陶菲克被印度选手淘汰的那场比赛呢，很多观众都没有看到。那么在比赛之后呢，印度的这个黑马斯里达尔他就介绍，当时从比赛看的情况也是这样，他的策略非常明确，就是主要以控制。很明显就是不跟他打这种平抽挡挡网或者打这个后场。没想到本来已经之前这么被动，但居然这时候呢反拍让他呢能够做出一板反击，看这个反拍爆发出来这力道呢可以做出一板的下压的，来得非常突然。对，所以这也就是曹飞克他这个自己所拥有的这个能力实力呢，所以给他带来了一个13分以后呢，林丹逐渐控制了场上的节奏，另外几次机会抓得很好，今天看来他的战术贯彻的比较坚决，耐下心来和对方打多拍，有机会出击。打得比较突然，对，他这个是反拍。嗯，陶飞克还有一个，陶飞克在世界上是号称第一反拍，他的反拍能力非常强，他的这个动作的节奏性发力啊非常好，就对吧，陶飞克。不到位啊，推突击的机会。反拍抽杀，这也是陶菲克的这个可以说是世界羽坛的独门绝技，他的反拍杀球的这种能力。陶菲克的反拍啊，真是在这么多年里面是所有选手里面应该是第一的，单论这一项。漂亮啊！陶菲克再次拿出了他的这个绝活啊，这是一般人想学学不来的。对，而且他这个反拍的杀球，而且还敢打点。一般来讲，如果反拍都是以过度为主，如果要杀球的话，也是尽量往中间靠。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球，一啲都唔会话紧张啊，揸得好紧啊。
好到位啲波。哇，好靓好靓！有啲唔小心啦，林丹呢个波一路控住对手，见陶飞一路应付紧佢嘅波咧，呢、這个打到对手呢个反手嘅位置咧，佢系冇乜准备。但系陶飞系不嬲都系好出，最出名就呢啲啦。佢个反手嘅发力系特别好。I'm very surprised the coach is having to do that. Hasn't he got somebody to help him? Oh, unbelievable. Plays the backhand smash winner across court and plays it to perfection.